原标题：飞越怒江第一班新华社照片，贡山云南。2019年4月27日，飞越怒江第一湾。这是4月27日，在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都自治县丙中洛镇拍摄的怒江第一湾，无人机拍摄。怒江自青藏高原一路奔腾，向南流至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都自治县丙中洛镇。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夹江而立，江水顺山势急转，形成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半圆形大湾，被称为怒江第一湾。新华社记者姜文又涉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